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831页倒数第二行，看一下啊。大势至菩萨菩萨之大智大实力，可治一切处，故名大势至。念老给我们做出最简单的解释啊，为什么叫大势至？菩萨有大智，有大德，有大能啊，这就是大势的意思。还有大势力啊，可以治一切处。这个一切处就是虚空法界啊，十方三世，没有他不能到达的。为什么？菩萨实际上都已经成佛了。观音菩萨前面介绍九缘界就成佛了，大势至菩萨也不例外啊，所以他们明心见性，是明究竟的心，见性是见圆满的心，没有丝毫欠缺，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不是古佛再来，明心见性有时候还差一点，不能说是究竟圆满啊。他成佛之后用菩萨身，这是一个道场，只有一个老师。极乐世界的道场主持这个道场的人，阿弥陀佛，不能有两尊佛在一起，不能。那么其他的诸佛如来如果要发心帮助阿弥陀佛，
都用菩萨身份，也有用阿罗汉的身份，也有用人天的身份，不一样。啊，像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在这一个时代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他虽然不在了，离开我们了，但是他的法运有12000年。这12000年，释迦牟尼佛是教主，这个世界也不能出现第二尊佛啊，所以有很多人说弥勒菩萨已经成佛了，这是错误的啊。弥勒菩萨什么时候来成佛呢？必须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终结了啊，佛的法运不是很长，12000年。现在释迦牟尼佛去我们啊，到现今大概是3000年，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啊，外国人所记载的认为是2500多年，跟中国人计算大概相差600年啊。到底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这个无需要去考察。为什么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经典今天存在。那么我们看到经典如同看到本尊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，认真依着经典修学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这个重要啊。至于佛说的一切经，现在流传在世间，由中文翻译的，还有巴利文翻译的，有西藏文翻译的，啊，主要这三大语系，翻译的人不一样。翻译的经是一样的，那么这些翻译的经呢，对照来看，像《无量寿经》在中国曾经翻译12次，也就是说它有12个版本，每一个版本并不完全相同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佛当年讲经没有教材课本啊，佛是用口说出来，大众是用耳朵听进去，一直到佛入般涅槃了，离开我们了，啊，这个时候佛的弟子们啊，知道佛不在了，那么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当时没有记载怎么办？所以才有集结法藏啊，集结法藏用什么方法？用佛讲。阿难记忆力好，这是个天才，他能听一遍
一生都不会忘记，有这个本事啊。所以大家就推选阿难尊者深坐，把佛所讲的经重复讲一遍，由500阿罗汉作证啊，听众呢是500大阿罗汉，都是佛的弟子。这500个人听阿难讲，阿难讲出来，大家都承认，都没有疑惑，啊，是阿难说的不错，就把它记录下来。这经典是这么来的，啊，阿难佛讲的。如果当中有一个阿罗汉说阿难这一句话，我好像没听佛说过，就得删掉，取信于后人，啊，让后代的人看到佛经能生起信心，生起恭敬心，啊，不能毁谤。可是，阿难集结经藏，到我们现在2500多年。我们就西方人的说法，这2500年当中有翻译啊，最明显的是从梵文，以前都是梵文，翻译成中国文字大乘。小乘，中国经典里面也很完备。啊，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那是我初学佛，小乘巴利文的大藏经，跟我们中文大藏经对照。大概他只比我们多50几部，差距很小。全部的将近3000多部，3000多部我们比他只少50几部，是很完整的啊，很难得了。那大乘经里面全到中国来了，南传小乘没有啊，藏传的有大乘有小乘，也相当丰富啊，毕竟西藏距离印度很近啊，在那个时代交通非常不方便啊，那么从西藏到印度，比到中国来容易太多了啊，所以流传到西藏的不少啊。现在藏文经典跟我们中文经典来比较，也不完全相同啊，有些他们有，我们没有；我们有，他没有。啊，在过去曾经做过翻译，啊，中国有很多东西他们需要翻译成藏文，啊，少部分藏文经典也能翻成中文，啊，这就是说明。所传的不一样，我们学佛的人对待这桩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很重要啊，一定要尊重。古时候翻经的选择经教的人
都是大修行人，都是大成就的人。大成就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大修行，都是菩萨，都是罗汉。我们的智慧善根福德修养都不如人，我们对他们翻译经典，传播经典，教诲经典，我们要尊重。我们不能回报，不能有异议。经典师尊设的很多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，中国人喜欢《金刚经》。这部经分量不多，5000多字。自古以来，读书人几乎没有不读《金刚经》的。经常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要记住什么叫平等？每一部经，每一个方法，都可以帮助你得定，都可以帮助你开悟。古人教导我们的这个方法好极了，世世代代都有依照这个方法成功。那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学佛法只能学一门，84000法门你只能学一门，你喜欢哪一门你就学哪一门，由我们自己选择。门门都能帮助你开悟，不能学多了。为什么？学多了就杂了，乱了，不能开悟。一门专注，容易得定，容易开智慧，道理在此地。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要遵守。修行的方法，你看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本书从头到尾你把它念上1000遍，一天10个小时，像这样一部经，无量寿经，不必念注解，就是念经文。初学大概从头到尾念一遍要2个小时。10个小时呢，就是念5遍。半天经念熟了，速度就快了，大概念一遍1个小时。一年之后，不需要看经文也能念了，念熟了，大概念一遍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半个小时够了。那么10个小时念20遍，
啊，十遍以上的，就十个小时。啊，十遍以上的，就念二十个小时。这个二十遍还是十个小时。以时间为标准，每天念二十遍，念上一千遍，其义自见呐。为什么？从定自自然然开智慧。你把这个经从头到尾你都明了，你也能够讲的啊，这是说明一桩事实，就是佛法是可以无师自通的，妙就妙在此地啊。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这些经教谁教他的？根本就没有啊，哪来的经教啊？经教是佛说的，是阿难复讲这样记录下来的。哎，什么神？就问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都要相信这句话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？就是迷失了自信。啊，堕落下来了，堕落成六道凡夫啊！啊，怎么迷的？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鼻嗅香，舌尝味。六根接触六尘时，六尘的时候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这就叫凡夫。啊，为什么？你迷失了自信，自信是不动的。我们现在这个心是动的，心就是念头。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它不停的，日夜都不停的，动的频率多快，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，频率太高了，啊，弥勒菩萨。在《菩萨处胎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的事情啊，32亿8000年，一念头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，所以念头的真相我们凡夫完全不知道，不但凡夫不知道，欲界天人不知道，色界天人也不知道。连四空天都不晓得。啊，那修行人里头，虚陀环不知道，
阿罗汉不知道，甚至于全教菩萨都不知道。谁知道一弹指有32亿8千年？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次，一弹指啊，一秒钟可以弹几次？啊，我现在体力不行了，年轻的时候体力强。啊，身体健康，我想弹7次是可能的。啊，那320兆再乘7，一秒钟。一秒钟我们的念头生灭多少次？照这个来计算。啊，320兆乘7，得这数字。2240兆一秒钟，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，你会有概念吗？完全没有啊！这就是宇宙的真相啊！我们现在眼看的、耳听的啊。鼻嗅心里面所想的事实真相，它不间断，它不住啊。假象啊，跟电影没有两样，跟我们电视画面也没有两样啊！电视画面一秒钟生灭多少次？这个科学家清楚啊！一秒钟100次啊！一秒钟100次的生灭，我们现在完全不能够觉察。把它当真的啊，不知道每一秒钟100个画面没有了。这个真相，佛3000年前在佛经上讲的，现代量子力学家。把这个真相证实啊，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，是念头在高频率生灭当中产生的幻想，这就是物质现象的来头来源，它不是真的。所以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科学家 提出一个结论，以心控物，就是用念头来控制物质现象。这个好啊，真正能够落实以心控物了。我们不喜欢看到世界上这么多灾难，不愿意看到这么多的瘟疫疾病，我们愿意看到像极乐世界一样。那么呢，答案是肯定的，只要你用心把物质控制住就没事了。啊，物质怎么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念头善，物质就善。念头不善，
物质就不善。啊，水灾、火灾，啊，地震、海啸，啊，这些不善，能不能化解？能。它怎么来的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水灾是贪心来的。我们能够把贪心断掉，对于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贪念。为什么没有丝毫贪念？因为它是假的。贪心是错误的，没有法子得到啊！啊，凡夫从早到晚，甚至于一生，念念不忘，都是得失。而实际上呢，你什么也没得到。换一句话，你什么也没丢掉。有得就有失，啊，你能够把贪放下，没有贪念，水灾就没有了；没有嗔恚，火灾就没有了。啊，火灾包括地球温度上升。科学解决不了，念头能解决。啊，傲慢感应的是地震，愚痴感应的是风灾。啊，山崩地陷是怀疑感得的，你看都是念头。啊，不好的念头。感应的就是我们讲的灾难。啊，佛教给我们断贪、断嗔、断痴、断傲慢、断怀疑，这五种灾难地球上就不没有了。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灾难？极乐世界人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他什么灾难都没有。啊，这时候把根本找出来了。问题是我们要相信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，幕后几句妙极了。啊，叫我们在极难的时候，遇到极难的时候，念观世音菩萨，一心专念，我们的灾难就能化解。啊，观音菩萨，只要我们念，一心专念，立刻就感应。我们这起心动念。那边就感应道教啊，真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里面记载这些事情太多了一点都不假啊，你能相信它真有效果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不相信什么有缘啊，真正相信，丝毫怀疑都没有，这有缘。你跟佛有缘，你跟菩萨有缘啊，有感必定有应啊。啊，菩萨大智圆满的智慧，
大事，事是事理。我们今天讲能量，大智大能啊，这里面也包括神通在里头。大神通啊，十方三世，他随着念头就到达了啊，时间跟空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大乘经教上告诉我们，就在当下，都讲真话，真话我们听不懂。我们在虚幻、不实在这种境界里头待久了，染污成很浓厚的习气。谁说假的我们懂，是真的不懂。啊，我们要相信诸佛菩萨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可知一切处就是无时无处而不在。所以真相信佛法，这个人会害人吗？他宁愿牺牲生命，他也不会害人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知道有果报啊。你杀那个人，那个人不是很欢喜接受你杀，他敌不过你，被你杀了，怨恨在心，永远不消失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头，下一次再碰到了，这一世你杀了他，下一世碰到了他就要杀你。为什么？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怎么解决？遇到佛法就解决了。为什么？真相搞清楚，搞明白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所以把这个怨恨化解了啊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佛法告诉我们，这《金刚经》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无论是善法是恶法，是世法是佛法，通通离不开这个原则。所以法你可以学，别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就障碍了，就错了，就变成六道轮回了。不放在心上，那是什么境界？大光明藏，净土宗称为长吉光净土，一片光明啊，在这个光明里头，你一切都圆满，但是你心里头没有一法念住。为什么不可得啊？真的不可得，妄的也不可得啊。真的是心现，
妄的是十变的，啊，阿赖耶变现的，妄的就是六道轮回十法界，啊，真的就是极乐世界一真法界，这真的，真妄都不可得。而显现真妄是自在的，什么时候想现？不是想，什么时候应该现，它就现；啊，不应该现，它就没有了，它就不存在了。啊，这什么叫缘？遇到缘，现的缘，它就现；不现的缘，它就不现。语言不同啊，非常活泼，妙不可言的 啊这叫诸法实相。大乘经，佛在世的时候常说，天天都说，为什么？慈悲到基础啊，真爱世人啊，天天提醒你，一秒钟不提醒他就迷了，很容易迷，很难觉悟。那你想开悟，从哪里开悟起？就从这里，知道真我，自信是真的，能生能现。啊，生灭心是假的，我们就讲念头，念头是妄心。不是真心，有生有灭啊！这个妄心能变，把真心所现的极乐世界，把它变成十法界，把它变成六道轮回，把它变成恶鬼地狱，它会变。啊，能现所现都不是真的，能变所变更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统统放下，放下就对了，放下智慧就现前。啊，戒律教我们放下，只要肯放下，智慧就现前。你看，五戒：不杀生、爱惜生命、尊重生命。啊，蚊虫蚂蚁都不能杀。它妨不妨害我们？它不妨害。你用善心相对，他就不妨碍。你还有烦恼习气，还有贪嗔痴慢的习气，他给你带来很多不方便。学佛的人知道这是什么果报啊。那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不能用任何手段对待他，我跟他商量，蚂蚁啊，我们合掌成蚂蚁菩萨，恭恭敬敬，诚诚恳恳跟他商量，
我现在要用洗手间，洗手间里就爬满了蚂蚁。我可跟他讲，我到外面去念佛，半个小时，我要用这个洗手间。你们从哪里进来，还从哪里出去？半小时我就回来。过半个小时，真的，一只蚂蚁都找不到了。我们种菜，菜园里很多小虫，都被它吃了。以后我们种菜的，我画一个小区，这个小区专门供养你们，你们到那边吃。小区之外的你要留给我们，听不听话？听话。畜生比人容易相处啊，他守法。我们的果木树鸟吃，我们跟鸟商量，我指出几棵专门供养的，你们吃到那边去吃，其他的留一点给我们。他都守法，非常可爱呀，非常值得人尊敬啊。我们做了十几年了，很多同修，我劝他这样做，都做成功了。不是一个地区，在中国，在外国，都做成功。在都市，在农村，也都这个效果都发生。好，凡事用真诚心，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。不可以伤害众生，更不可以无故伤害众生。要知道，他前世也是人呢，临终走的时候，迷惑颠倒，糊里糊涂，就堕出三道。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起心动念立刻同时升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，还有天神鬼神，通通看到，瞒不过他们，只能瞒自己，只能欺骗自己，欺骗不了佛菩萨，欺骗不了天神鬼神，甚至于欺骗不了这些动物植物，乃至于我们在这个讲堂里头，我们起心动念，桌子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椅子知不知道？知道。这里陈设所有家具都知道。墙壁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地板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天花板也知道。你们谁？这些事实真相是美国休兰博士告诉我，这个人在世界上也有名，他用意念给人治病，病人跟他可以不必见面，只要四份资料
他就能给你治好。啊，第一个，你的姓名。啊，第二个，你的出生年月日。第三个，你现在住的地方，住址，现在住的地方。第四个，你的病历，你到医院检查，病历你交给他，他就给你治病。啊，他治病的方法很简单，首先他在一个小房间里，这个小房间只有他一个人，在那里静坐，万缘放下，让清净心现前，然后面对着你提供的资料，他观想，观想病人跟自己合成一体啊，然后怎么治自己的病，那个病例的时候，他照这个病例自己从自己身上的反应啊，第一句话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对不起你，让你生病啊，让这细胞感染病菌。第二句话，请原谅。第三句话，谢谢你。第四句话，我爱你。就四句，像念咒一样，念半小时。就这四句话，念半小时。啊，一个月，一个疗程是一个月，一个月病就好了。你在美国，他在香港，居地和太平洋，一个月他就把你病治好了。你再到医院检查没有了。我问他，你这是根据什么理论？他告诉我，第一个清净心，这个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清净平等心，自他一体。第二个感应，我这里有感，病人有应，每天做半个小时，30天一个疗程，病就好了，真好了，不需要医药，不需要任何诊断，啊，你只在医院去检查，病历交给他就行了。他到香港来看我，啊，我也很欢喜接待他。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有心理病的，有生理病的，啊，都把这个开给他，请他慈悲帮助我们治疗，有效，真有效。啊，他治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啊，距离很远，我们没有看见他，啊，但是他的意念，我们在他意念之中，这都是势力范围啊。秀兰有这个势力范围啊。我问他从哪里学来的，在夏威夷跟土著学来的，夏威夷的土著有这种治疗方法啊。他学了之后真有效，到处给人治病
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领悟到大势至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的势力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。啊，修兰博士这个能量能到这个地球，地球以外他就没办法了。菩萨不一样，菩萨这个能量能够到达圆满的宇宙，十方三世啊，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空间，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啊，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，也是假的。在佛法说他做不相应行法，归类归这一类。不相应行法是什么？他不跟物质相应，他不是物质，他也不是心理，他不是意念，不跟心法相应，不跟心所法相应，所以别离一法叫不相应。啊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不能说他没有，也不能说他真有。啊，是这么一类的法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圆满通达一切法。诸佛菩萨的能量我们从经典上读到了，要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本能，他用上了他不迷，我们失掉了，我们迷了自性。不同地方在此地，如果我们真正想回归自性，张家杂事教过的看破放下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一法。看破是智慧，明了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什么？假的，十方三世都是假的。你能不能把十方三世放下？十方三世放下，你就大彻大悟，你就明心见性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你的能力不在观音世智之下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看破了？没看破。听佛说的是这个事情，自己没有放下，真放下了就看破了。那我们说我真放下了，为什么还没开悟？你真放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如果是真的放下，真的见性，应该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啊，应该跟海贤老和尚完全相同啊。海贤老和尚放下了，有一桩放不下，就是完全没放下，要放得干干净净。为什么？假的。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看破放下？要努力，天天读经，天天听经，让这一句话听到耳熟，时时刻刻这一句话都浮出来啊，都来警告我们，都来督促我们，
都来帮助我们，就容易了。啊，在这个世间，能吃饱，能穿暖，能有一个小房子遮避风雨，很满足了，什么都不想求，这才行。为什么？贪嗔痴慢疑讲完了。然后念头一转，行菩萨道，这就发菩提心。啊，我这个身体在世间，为一切众苦难众生，不为自己，这就对了。为苦难众生，哪一桩事情最重要？有没有听说过？教学为先。你真想帮众生的忙，教学第一重要。所以，诸佛菩萨示现，都是示现教学。没有实现做其他行业的，这种表法我们要把它看会啊，一看就明了，就体会到啊，通通是教学啊。啊，教学的生活虽然苦，啊，尤其在这个时代。啊，古时候大家懂得知道，对教学的人很尊重，知道教学的人没收入啊，所以富有的人对教学的人逢年过节总要送一点粮食啊，送一点呢礼物啊，让他生活没有忧虑。啊，国家对于教学的人有一份口粮。啊，你看看古代读书人书读得不错，参加考试考中秀才。国家就养他了。啊，那时候国家拿的是粮食。你看袁了凡考中秀才之后，每一年国家给他的米有90多担。90多担当然他吃不完。他吃不完可以卖钱。啊，他就能过生活。啊，国家养他。啊，他能做什么事情呢？多半都是教私塾，教小孩。就国家养这些人呢，这些人是社会安定，啊，国家出圣贤君子的无名英雄啊，他们在干呢。啊，国家知道，国家养他们。现在政府不养你了。你虽然教学，你得自谋生活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幸亏还好，有祖宗保佑，有三宝加持。啊，还有不少善心修佛的在家出家。他们说的供养有多余的，会照顾这些人。啊，所以对于教学，我们这个供养转送给他，这是应该的。佛菩萨都欢喜。啊，你这个钱没用错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还是介绍大势至菩萨，居楞严经。大师一念佛心入无生人，不假方便自得心改，
尽在此界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，与观世音菩萨同为阿弥陀之现世。这几句话都是楞严经上的话，他怎么成就的？他是念佛成佛的啊，所以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立净土宗的祖师，他分三世，这个三世不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第一个，从我们本身讲起，中国净土宗初祖是东晋慧远大师。跟陶渊明同一个时代，他在庐山，江西庐山建立一个念佛堂，东林念佛堂，现在的东林寺。聚集志同道合123个人，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，真的成功。这123个人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净土宗从这开始初祖。那么如果我们讲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念佛法门，哪一个人提倡？哪个人在出租？有华严经上看到了，53参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普贤菩萨，所以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净宗出租。没错那还有一个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弘扬净宗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人是谁？给诸位说，就是大势至菩萨。所以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初祖普贤菩萨娑婆初祖，慧远大师中国初祖，这个人是他是变法界虚空界净宗初祖他怎么成佛的？一念佛心入无生人，无生法人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是念佛成佛不假方便，自得性开，这两句话太重要了合起来真的是四句：一念佛心入无生人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自得心开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证明，这四句就是海贤老和尚一生成就的秘诀。
啊，他二十岁出家，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又告诉他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海贤老和尚一生记住师父的教诲，一生依教奉行，真的一念佛心入无生人，正理一心不乱。我们看老人的永思录，看老人的光芒，我有一点体会。老和尚最初的功夫成片，我想应该是25岁左右，也就是说5年之内，念佛念了5年，功夫成片得到。啊，30岁。的四意心不乱，等于正阿罗汉果。40岁的理业心不乱，就是此地入无生人，自得心开。他在这个时间驻留112年。40岁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不说，不能说。师父告诉他，是他一生不说。啊，会看的人能看得出来，啊，看到他的境界，他不认识字。没念过书，一生一部经没听过，没念过。早晚功课跟人在一起，别人念经念咒，他念阿弥陀佛。没有听过一次讲经，可是一切经教他都通达。你有问题现在请教他，讲给你听，没讲错。啊，为什么不早往生？功夫成片就可以自在往生。25岁的时候，他真想往生啊，常常见阿弥陀佛。我们见不到啊，他见到啊，他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，他想佛，佛就现身；他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现前。真的不是假的啊，见阿弥陀佛就向阿弥陀佛要求，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，佛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修得很如法，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做个业好样子给佛弟子看，给念佛人看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。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呢？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什么时候有人啊带本书给你，你看到这本书，我就建议你往生。
啊，这本书是什么书呢？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赞僧。诸位想想，有没有人会带书给他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带书给他是对他不恭敬的。你晓得他不认识字，他没有念过书，你怎么可以带书给他？啊，所以没有人会带书给他。人家去看他都带吃的东西，做件衣服穿的，这个东西送给他，谁也带书给他？你看一生等于等这本书等不到。2013年真有一个居士，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带了这本书啊，大概跟礼物合在一起，老和尚一看到这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，他就说这个书叫做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。他一听欢喜得不得了啊，回到房间穿上他的大袍啊，最喜爱的这个袈裟，红色袈裟，我们这里啊就是这一件，就是这个照片。那把这个书捧在手上，让大家给我照一张照片。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，主动照相就这一次。你看这张照片照了，第三天就走了。阿弥陀佛让他到世间来表法的，啊，他怎么会成功啊？万缘放下，事出世间法里头，没有一法他想求，这就相应了。为什么他放下？放下就生智慧啊，心清净了，清净心生智慧，这是小智慧。啊，这个小智慧开了，就能感应阿弥陀佛，向佛，佛就现前；向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现前。一点不假。啊，功夫在用身，我想的是10年，30岁。啊，30岁，他得四义心不乱。四义心不乱，不但心清净、平等，为什么呢？没有高下分别了。啊，得清净心是不会被外面环境染污，他能放下；得平等心是没有分别。生佛平等啊，众生平等啊，这什么境界？菩萨境界。这不是阿罗汉的，阿罗汉有清净心，没有平等心，啊，提升到平等。啊，40岁，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，就是此地讲的入无生法忍，自得性开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40以后做样子，
给佛弟子看，做榜样给念佛人看。啊，像他这个样子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所以大势至菩萨敬于此界，我们娑婆世界戒淫念佛人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大势至菩萨到不到人间来，来呀、啊！谁看见？你要是把《楞严经》、把《无量寿经》不要念多，念上一百遍，然后你再看看海贤老和尚，你再看看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人看不到，你再读印光大师文钞，你会不会觉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？海贤和尚也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不是凡人的，装作凡人啊，你看不出来，你看他是道道地地的凡人，凡人仔细再看就不平凡了。我们要从这些去观察了，才认识人呢啊，才认真跟他学啊，学为什么学不像？那就是我常常嘱咐叮咛你们的，你没放下，谁不像？他彻底放下了，他像了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，我们第一天见面，他叫我就问他入佛门的秘诀是什么，要真入进去，不是假的。他就告诉我，看得破放得下啊，看破是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相是空有啊，不是空就是有啊，自信是空，是有，是真有，现象是假的，是幻有，不是真有。那假的不可得，真的也不可得，真的是本有，不生不灭，但是你想得它，错了，那个得的念头就是迷惑，就迷了自信啊，得的念头没有了，自然得到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但能，无量相好，极乐世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阿弥陀佛自信变的。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的自信跟阿弥陀佛是同一个自信，阿弥陀佛所变的就是自己所变的。那么再看十方世界，
慧能大师一句话，你马上想起来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整个宇宙从哪里自信变现出来，啊，欲于自信是本体，欲缘就现象，缘很多。所有菩萨修成了法身大事，就是破无明见法身，这就是自信现万法的缘。这个缘不断呢，菩萨成佛也不中断呢。无量无边菩萨，无量无边诸佛啊，成佛之后教化众生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没有一定的现象，活活泼泼啊，真得大自在。所以佛在哪里？六道里头，人道里头有，天道里头有，畜生有，卧轨地狱都有。啊，不但这有情众生身上有，无情众生有，山河大地有没有？有，树木花草有。啊，极其微细的尘沙里头有，无处不在，而且还更奇妙。大小不二，啊，这个虚空能容纳尘沙很小，每一粒尘沙里面都有大宇宙，一丝毫不缺，小中有大。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所以说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全宇宙都知道。你起个不善的念头，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对不起父母师长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一切众生，教育成就人大根大本就在认识这个真相。这种人看破，大乘经全看破了，小乘经看破没彻底，不是究竟看破啊，少分。大乘经是真彻底看破了啊，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一体，虽是一体，思不可得，理也不可得，所以通通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一定要真正学海鲜老和尚，学大势至菩萨，念佛成佛，成无上道，就一句话，多简单，多容易，别找麻烦。啊，开悟之后再去看经，一看全明了，全是自信流出来的啊，自己的自信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
所以全看到了。我们再看，这是现在观音时至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。帮助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特别有缘分，早就成佛了，视线为阿弥陀佛的助手。观经曰：以智慧光普照一切，令离三途，得无上力，是故号此菩萨为大势至。大势至菩萨能帮助我们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恢复自信的正能量。他有这个大势力，能帮助我们。所以，明大势至啊。《悲华经》里头说：“犹如愿取大千世界故，今当自如为大势至。”自是名号。因为你的愿很大，愿取大千世界，作为自己的教化区域。这个大千世界是统称一切诸佛刹土，所以它真的是变法界、虚空界。这个世界就是此地讲的大千世界。净宗第一代的祖师，夏莲老讲得好，真的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。这从他大愿，他是这个法门成就的，也以这个法门成就一切众生。所以是普度众生啊。悲华经里面说：“犹如愿取大千世界故。”这是刚才念过的。又思义经里面说：“我大势至菩萨。”这个我是大势至菩萨自称。头足之处，震动三千大千世界，即母宫殿，故名大势至。它的能量确实是大。它所到的地方，震动三千大千世界，母宫殿也受震动。为什么？许许多多的人因为这个法门而得度，真成就。这个震动有两个意思，就是欢喜，看到这么多人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；另外看的是，一边看的是这个世界造作许多恶业的人跟佛有缘的都跟佛去了，没有不赞叹，没有不欢喜的。观经又说：此菩萨大势至，行识摄佛世界，一切震动，当地动处有500亿宝华，夜夜宝华庄严高显，如极乐世界。这是说菩萨教化众生的成就，
说得更详细了。地动之处所有500亿宝华，一亿宝华庄严高显，如极乐世界，故大日经书第五卷里面说，如是国王大臣为师自在，名为大师。言此圣者，大师之一致得如是大悲自在之位，故以为名。大师之菩萨确实名副其实啊，他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、感应，跟阿弥陀佛相比，完全平等。啊，弥陀所实现的，他通通能实现。我们心目当中把弥陀摆在第一，这些菩萨出现给我们实现，我们能看得见体会到的全是阿弥陀佛。这阿弥陀佛是观音实质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不但是我们，比我们功夫高的，得四依心不乱的，得理一心不乱的，正得化身菩萨的，也不例外。这才显示出大乘教里面的大自在啊。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，都是现在度化众生这些现象上啊。下面又说，观音为大师于肉脊上有一宝瓶，沉住光明，普现佛事，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。观音实质身相完全相同，不相同的就是帽子，戴在帽子上。观世音菩萨这个帽子当中有一尊阿弥陀佛的像，而大势至菩萨这个帽子上是个宝瓶啊，就像一个花瓶，有这个有一个宝瓶，这是差别啊。除这个身像没有两样。我们再看下面，应贤殊胜，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，往生彼国，常在阿弥陀佛左右。这一段很重要，希望我们记住，菩萨跟我们关系为什么这么密切？他是这个地球上，在这地球上修行的人成功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到这个地球上来做地球人，哎，跟他有这一份好的缘分啊。这个地方他以前住过，我们今天也来了，
所以我们看注解，次二菩萨戒时，此娑婆世界行菩萨道，往生极乐，为十方人民示此典范，普愿众生求生净土。他们在十方世界，十方就是讲全宇宙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四方四维上下，没有一处漏掉的。这个里头所有的众生，他都想帮助大家念佛往生净土，这么大的事业。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同学也要发观音实质的大愿。我们今天生在地球上，希望把地球上所有众生都带到极乐世界去。那怎么修？早晚苦，定苦善苦，将念佛功德都回向给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。这个众生包括畜生道，包括恶鬼道，包括地狱道，在地球表面包括植物、花草树木，包括山河大地、水深山深地球上所有这一些森林，用森林两个字统统概括尽了。都跟阿弥陀佛有缘，都跟净土有缘大家都发心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观音师之是我们最好榜样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利要设法双明随心利要看个经文，于之设法无量佛所，随心则到念头才动，身已经到了，现居此界做大利益现是现身，应身化身，住在这个地球上，在度众生呢，在为我们实现呢现在这个实现好像不如过去过去到处都非常明显，现在很少看到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众生的语言不一样，众生如果喜欢极乐世界，如果喜欢阿弥陀佛，经宗就先忘了。那么这些事情都要人宣扬，都要人提倡，所以民国初年有印光大师到我们这个时代
有下联句，黄念祖老居士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在台湾宣扬啊，台湾净宗兴旺，于是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要肩负起这个使命。要真正努力去做啊！我们做的为什么比不上古人？原因我们没有全心全力去做，我们用的心没有别人真诚啊！跟印光大师比，跟黄念老比，跟夏念老比，比不上啊，差距很大。能不能追上？当然能。只要你真肯干，只要你真肯放下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一心一意为大乘佛法，为净宗服务，宣扬净宗，视线净宗，我们不但要讲口述，还要做给大家看。你不做给大家看，你说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啊！必须要真做，全心全力去做，会感动人的。现在社会渐渐有转机，我感觉到有转机，开始在转，越转越好，机缘成熟了，我们要抓住这个缘分，要认真努力，经要常念，不念就忘掉了啊！每念一遍提醒一遍，好处在此地。啊，我们想不想于智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？想，能做得到吗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到了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能做到。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念老的注解虽然不多，注得好。现居此界。此界就是娑婆世界。此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。啊，应于此土众生。因缘深厚故啊，为什么到这来？就这个缘故，跟这个地球上的居民有深厚的缘分，所以来了，见了面了。啊，与念佛众生摄取布施，帮助他们脱离三途，得无上力。同生极乐啊！首先劝大家齐心动念，念里头没有是我也，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一定要记住。为什么？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离不开三恶道，这个习气太深了，虽然跟佛有缘
阿赖耶里头佛的种子太少了，所以念头一转又到我道去了，又是坏念头了。不能把正念让它小住一刻，一刻15分钟啊，一个小时，没有妄念都办不到啊！那个妄念一个一个接着冒出来，善念没有了，这非常可怕。真用功要有真的进去，没有进去功夫不得力。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进去心不够，愿心没有发足。真的要能把我这一生得到这个生命，我要好好的求生净土，我要好好的帮助阿弥陀佛接引有缘人同生极乐国。除这一愿之外，没有第二愿。我们今天在英国，跟英国的朋友们同一个愿望，挽救东方古老的文明，就干这桩事情。传了5000年，不能让它断掉啊！我们如果不干，就有断掉的可能。为什么？没有人学汉字，没有人读文言文了，古书都看不懂，这就会断掉。我们现在是下一代跟我们有很大的差距，恐怕都不认识，再下一代就没有了。这5000年文明就断掉了，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？怎么对得起三宝？怎么对得起众生？更对不起自己，自己的一生时间浪费了，这多可惜！我们没想到到英国遇到知音呢。同心同德，想把这桩好事做出来。搞个汉学院，能培养几十个老师，这些老师有能力认识汉字，懂得文言文，有能力读四库全书，有能力把四库全书讲透彻，有能力把四库全书翻成白话文，再用白话文翻成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字，让全世界的人都得到中国文化的教育。从这个地方建立共识，这个地球上永远不再有战争，永远不再有邪恶，永远感受到
和平啊，世界大同可以做到，可以实现啊，自己受什么苦受什么难我都情愿啊，这些苦难都所叫待众生苦啊，才能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成就啊，这就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做大利禄。这个后面最后还有一段，对我们现在人很重要，我们留在下一堂课来学习啊，这是观音救苦，现在我们正碰到苦难，我们如何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助啊，今天就学习到此地。